老师，我们这个秀的上一场地上有这些那个水啊什么的吗？我知道清理的话，如果是在上一场的话也不行，也会滑。我看看想办法怎么能让不滑一点。松香粉的话，我也不知道配合这个会不会滑呀，周老师，现在有吗？能试吗？小龙哥来说，我上次的时候我说，如果今天是我在这个作品后面跳，我也很大压力。小龙哥的声音又是很有一点点沧桑，然后又很纯净，唱了一首非常纯净的歌，然后再加上杨和苏的这个 rap，他们结合真的是非常和谐，整个人完全打开了，我差点就哭了。就真的是也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表演。其实我也想到我的小时候，因为我的小时候也是非常的叛逆，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个小孩，就很像杨和苏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小欧哥的声音在一出来的时候，有点想象到我爸，对，就是他们俩的结合也是非常特别。开心，浪漫啊，一如既往的啊。哎呦，哎，今天晚上这是最温柔的一首。Thank you， 大哥 ，Thank you。来吧，来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其实觉得说，节目组的一时之选，每个都是暖男呢，真的。然后大家其实。哇！加油加油，政委加油！好嘞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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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，小 case 小 case， 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好开心，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善良，然后都很乐于鼓励对方，给对方支持。嗯，我其实还蛮开心，处于这么一个环境里面。对，哥，你不介意啊？我们可以。今天一起住嘛，可以啊。明天要去锻炼吗？对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我不介意，我的笼子真的都一起。好，那我们一起。Yo， what's up, man？ 谢谢，棒，真的尽力了，真的，谢谢，超棒，超棒，棒，谢谢。我是一个不太主动的人，但是杨和苏第一次见面嘛，他就主动过来跟我说话，其实我很开心。那当下我那时候的开心啦、兴奋啦，都快满出来了。只是我就是必须很镇定，就是，你好，这个杨同学，你好，我是杨宗纬，对不对？从小听你的歌，真的，谢谢。空白格，期待如果能跟你合作一下。太好了，我也很期待，对对对，我的荣幸。你也姓杨嘛？对，我姓杨。对啊，本是同根生。是，同根生。其实你今天表演，我在上面写最爱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太棒了！你如果想尝试，我给你写。可以。这些。来，这是我们杨老师的房卡，然后可能会要合宿。合宿，我已经找到室友了。有没有想跟谁？哎，找到室友了，跟谁？杨和苏。你睡哪边？你选，你选，泰拳，应该选。好，你选。三把。什么三把？不至于哦。哇，快到我输，哇，完了呀！你选。那我睡这边吧，我睡这边。好，万一晚上进来有人。先攻击我，我保护一下，然后再那个什么，我离门近。接下来有请今晚集体表演的第三组工作室《见所未见》登场。啊，大哥 ，OK， 加油。其实很简单。我们定了第一首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加《火力全开》，谢谢。为什么想选这两首歌？第一。歌词很好了，家国情怀嘛。
第二的就是有很大的改变的空间。我先说一个我自己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玩哈。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敲击乐的，万里长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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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停地重复万里长城。嗯，万里长城永不倒。没有，我是这么认为，因为刚好这两首歌其实都比较是偏向就是一致对外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可以找一个那个合唱团来出场，就是万里长城，万里长城。我们就可以进来一下。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想法合一下呢，就是万里长城，我们给劲儿的地方也给。掌声有请见所未见工作室为您带来表演，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，火力全开，大众评审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掌声送给台上所有的追光者们，谢谢。